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兵来，欢迎来到明珠阵线。老兵呢，再次用专业的知识和深邃的分析，对吧？去验证了，对吧？今天国防部已经验证了老兵所说的。我说093怎么可能在台海出事呢？你这种是有一种常识啊，很多人他不懂这个常识，那我就告诉各位，他不能够在台海出事的原因是什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今天那些海外的反贼，什么路德，什么的郭文贵，跟郭文贵反为为了阎立梦跟郭文贵反目成仇的这种大脑袋，然后又什么台湾这种，哎呀，真的是丢死人了！这些逼你指望他们在海外能先出拍打出什么浪花，无非就是靠造谣抹黑，给海外的二鬼子，给他们创造精神食粮，在那里猥琐发育。大家要知道，现在老兵老是被我朋友圈里一些人骂，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上海这个地区嘛，有些在日本的一些远房亲戚，或者说一些亲戚朋友很正常，因为80、90年代流行去日本打工嘛，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刚开放，出国刚刚放开，去那边打工的蛮多的，有的人就留在那边了，或者说之后呢，可能介绍家里哪个亲戚就嫁给什么日本人了，或者说是。这个到就是跟日本女人结婚了，就是这种情况，那总归多少少上海这江浙沪这边他妈日本企业又蛮多的啊，总归那个时间日本人，那你说日本人把我给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些东西，你说把我给屏蔽掉或者把我给删掉，我可以理解，对吧？因为那是他们的母国，那你妈逼你那些中国人，你他妈的哎日本人都不跟你废话，直接就把你删了，那你这些二鬼子天天都在那替日本辩护。替日本辩护这辩护那，然后又很相信什么台海，什么哎呦，那个人就跟我讲，哈哈哈哈，他说，你们这帮小粉红你们这帮极端民族主义者，093在台海出事了你们四子发抖吧，跟我们美国、日本来对抗，就这个下场。然后动不动就说你福岛核废水那个事情，你说的是什么话啊？你真是太伤人心了，大家还要不要做亲戚了？还要不要做朋友了？你怎么能这样讲日本呢？对吧？这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就说他们比日本人还要着急，精神母国啊！你在侮辱他们的精神母国，他们就跟你着急。你骂他老娘，你当他们扇他爹妈耳光，他都不着急。但是你只要敢侮辱他的精神母国，那你他妈逼就是罪碎尸万段，罪该万死。你来了他妈逼就是下地狱的，你这一条恶棍，就这样来说我的啊，所以他能看到我就说服了，我也不想跟这些人去打什么交道没什么意思，对不对就是嘛，你说句实话，你们天天在这里，对不对？替日本去辩护日本是我们的敌国，你搞清楚啊。然后他们就在海外特别喜欢看这些反贼节目。看陈破空告诉你，北京又政变了，中南海听床是北京又政变了，习近平又不行了，中国出了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动不动就是这里出事了，这里被打爆了，那里被干掉了，中国只要有一个车祸，哈哈哈哈，我又死人了，死绝了，让他们都冲去死绝，所以我说过。在海外这些老黑、这些墨西哥人使劲的揍中国人使劲打，还有这些比如你去在日本的那些使劲歧视中国人，使劲歧视在那边的中国人，使劲歧视、种族歧视，或者说他妈逼就瞧不起，就说你们这里滚蛋，对不对？就跟歧视这个台湾人一样的，这都是好事儿所以我说过，真的关我们屁事。就好像我今天在节目讲的，我说你那些在什么英国的，在天天吹英国好，那你赶紧去英国的论坛、英国的平台上面去发，告诉英国人英国很好。你看下面他妈是留英文的会不会把他屌死？现在英国什么情况？你赶紧到日本人的论坛上面去那个李小牧不是要加入日本国籍那个湖南人吗？加入日本国籍的不是要选什么议员吗？一直都没选上吗？人家日本人怎么不认可你们这些人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扯淡，天天093被打爆了，怎么怎么样了出事了，全军覆没了，
台海他妈出个事儿够得着全军覆没吗？你他妈去拿尺子啊，拿你他妈的屌毛去量量一下台海他妈多深，傻逼玩意儿。然后呢，吴谦大校也是啊，证实了054B下海了，电磁线圈、激光武器啊，芥子推进器啊，全都已经上手了。全球最强护卫舰，全球最强护卫舰054B，吴谦大校已经正式下海了。所以说，各位啊，真的啊，身为一名中国人，我个人是非常的自豪啊。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岸田文雄吧，我们的岸田首相，那个相仪不是说嘛，我这个是我们日本的，那我也来说，我们岸田首相是他东京丰州市场有水产批发商称与香港交易跌约 90%， 日本福岛核污染水自8月24日起排放后，中国大陆香港对日本水产品推出不同程度的范围的禁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1日视察东京丰州市场，与水产批发商交换意见。据日媒指，有业界人士表示，与香港交易下跌约90%。共同社31日报道，岸田文雄视察丰州市场期间，包括章鱼在内的水产，并到访向中国大陆和香港出口扇贝与金枪鱼的批发商店，向经营者了解现状。有业界人士表示，与香港交易下跌90%，也有人提出希望政府主导关于放宽对欧盟出口标准的谈判。啊，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啊！日本22年农林水产品和这个出口当中，对中国大陆出口最多，达2782亿日元，其次是香港2086亿日元，其中在水产品中，中国大陆占871亿日元，香港占755亿日元。你看看这些香港人有多么宠日，你看整个中国大陆的市场跟香港差了多少？香港人啊，很多人要恢复到日据时代，要回到被日本殖民那个时代，还是回到英国殖民时代啊？你看消费如此多的日本的产品，很多香港人都喜欢去东京啊，去东京购物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你去东京嘛，会住那个叫什么金王广什么王子酒店嘛，对吧？那毕竟很多那种香港人在那边的啊，所以后来那个酒店我后来去日本，我那个酒店就不住了啊，因为香港人太多，给我感觉感官上不太舒服啊，因为讲的那种鸟语挺难听的啊，这个东西我也说实话啊，我不是没有那个歧义，就是我个人的感官上来讲就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也感觉那种特别媚日的那种样子啊，让我觉得特别恶心，想吐。当然，看我们节目的香港市民还是很不错的，啊，信守传统文化，坚守中华的这一切优秀的东西，这个是令我觉得不错啊。所以说，你香港这次的给他进来的打击是很大的，啊，它的这个市场份额等同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啊整个大地图的这个市场份额。对不对？所以说啊，香港啊必须要纠正这个态度，现在这个态度纠正的非常好，禁止进口，让它跌90%，打爆日本的农林鱼出口，扭转中日贸易逆差，好事儿啊，好事儿啊，让他们这些他妈逼喜欢给日本说好话的这些，是不是你有些是做的这种水产公司的生意啊，叫你倒闭啊，你他妈是叛国了，你叛国，你选择在这个地方替日本辩护，你就得倒闭，没有什么多商量的啊，好吧啊，搞清楚状况啊。所以说我说过那些给那些这是国庆节，你朋友圈谁他妈还去日本旅游，你屌死他啊，就进去这段时间你屌死他啊。英国首相证实已任命能源大臣为国防大臣。英国首相证实在本华莱士辞职后，任命能源安全和近邻排放大臣格兰特·沙普斯担任国防大臣一职。此前，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向首相斯纳克提出了辞职申请。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称，该部门将由能源大臣格兰特·沙普斯领导。
英国首相府在 X 社交网上发推文称，他已经被任命为国防大臣了。那么沙普斯多次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行动，指责莫斯科一直使用能源作为武器。为什么呀？大家要知道，最近特别搞笑，欧盟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达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水平，一个新高。那英国不也一个屌样吗？妈了个逼，管道天然气不要，要让美国去给它炸掉，去进口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他们嘴巴上说的不要，身体上很诚实啊，嘴巴上说不要不要，然后下面他妈裤子都湿光了，都已经湿掉了啊，他怎么说不要啊，身体很诚实啊。你看看这个英国国防大臣为什么干不下去了，没办法打胜仗了，你英国他妈比什么都没有，干个屌，换我叫我干我也不干，我也辞职了，搞个能源大臣来，能源大臣当国防部长什么意思？不就是能源不够了吗？能源危机了吗？这个东西进入到英国国防管辖的这个领域了，那他妈的是不是也要向俄罗斯大规模去进口液化天然气，不从美国加拿大搞了，美国加拿大搞的这个采气的这个成本多大，跨越大西洋过来啊，我的天哪，跨越大西洋过来那个船队 得多贵啊。所以你看看现在这帮逼一个一个的全都在走下坡路，还英国还动不动他妈逼什么英国下议院什么台湾嘛是什么一个国家了，去你妈个逼，你有实力来管到大中华的事情吗？你没有实力就不要来管大中华的事情，你连俄罗斯的事情你们都搞不定，你们这帮该死的蛆虫啊，烂蚁虫，你们没有这个实力就不要来管中华的事情，对不对？你搞来搞去你他妈去国防部长什么全都不想干，烂摊子谁要干啊？所以不要那么老逼，人家英国外长到中国来都已经说了，哎呀不能跟中国不沟通啊，对不对？你也想打台湾牌，还管香港的事儿？你们多接收一点香港的垃圾过去，这些蟑螂过去到你们那边去迅速繁殖，但是没有，香港的蟑螂过去以后是被他们喷这个杀虫剂给杀死了。好吧，这就是我们的敌人的内部状况，给大家简单通报一下。现在还有一个事儿，俄罗斯官方已经确认了，普里戈任是死于暗杀，这个事情板上钉钉。背后的人都浮出水面了，直指俄罗斯国防部。但是我也说过啊，普京在乌克兰这边就跟他们耗，你如果不想大打，你就在这里狂耗，耗他们个十年，把欧洲给耗了，变成穷光蛋，穷死他们，看他们还敢嘚瑟。谢谢各位支持。